城的中轴景观大道是1500米横贯南北的中央雕塑景观步行街。到了晚上，灯光尤其好看，有趣的白龙马和师徒四人，还有真人的表演。路边的小摊随处可见中国的唐文化元素，各式各样的古装发簪，还有我超喜欢的风铃。这些呢是唐彩妆，口红管上也都是唐文化的元素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胭脂。Thank you.